我只想要这个程度，但都还是只是基础而已。我的确，我们并非所有人都要成为军人，可能稍微太过专业了吧。但是军事学的基本概念就是对于严苛现实，永远都要竭尽全力，即使不论战争行为，也很有可能可以学习到很学习的地方。哦，那就是在军官学院传授这门学问的原因吧？那么我也来学习这样的理念吧。呵呵呵，是啊，就像我们有军训课嘛，对不对？国高中、大学都有军训课嘛。就这样，黎恩他们复习了军事学一段时间。哎呦，加深了羁绊呢。哦，哎呦，上升到二级哎。上升到二级哎，好啦，读取啊，管你有没有上升到二级，我没有兴趣啦，读取啦，有没有上升到二级，没兴趣啦，载入是否进度是，噔噔噔噔，呜呜呜，来啦，再看一下那个啦。看一下那个，我还在这欸，有没有？看了这么多剧情还在这哦，羁绊点数就是要这样用的，好不好？先去图书馆，图书馆，我旁边的东西都捡了嘛，对，去图书馆没错。图书馆有一些点点，是不是？我们先调查这些点点好了，这个有没有用？推荐书区，什么帝国岛历史50年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太多字了吧？这个会考吗？这个会考吗？不会吧？会考我就放弃喽。爱什么？艾雷波尼亚传承上卷，这个不会考哦，不会考哦。近代运动超越传统，超越传统，你们有什么东西？武术、剑术、骑术。放鹰打猎活动，剑击一个，马球，水上竞赛，网球、带棍球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想看了啦，登记在书籍里。还有什么吗？哪里有？这里都没有发亮啊，来这边干嘛？都没有发亮，跟女生讲话，不变的选择好不好？明天就要考试了。看来不要看娱乐的小说比较好，这不是当然的吗？希望考试快点结束，我也希望啊，希望考试快点结束。其实我们现在马上发生完羁绊，考试就结束了。什么泰雷莎？这题我不懂。好好好，不要放弃，我会一个一个教你的。泰雷莎，我也不懂，请教教我，请教教我。艾米丽真是讲到用功就完全不行了。别这么说的这么迷人呗，请教教我，请教教我，来啦，走了，继续走。诶，这里，这个教官有什么事吗？教官，请教教我，这不是1年7班的黎恩同学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看来这样子的话，想要复习课业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只是经过而已。哎，不用客气啊，那我就好好复习。哇，这个教官好积极哦，好积极啊，怎么会这么积极？反正可以当做念书，就趁现在开口拜托吧。哎呦，一起念书哦，学到了帝国史知识，汤马斯各种帝国史，结束了，就这样。哎，我靠近这一本书有发亮，这里都没发光，这一定是那个啦，原本就可以阅读的书，现在就不阅读了。等等，哎，这里有个女孩耶，哦，好认真哦，关于骑马相关的书，不对，我现在得好好用功，我绝对不能输给那些贵族学生。哦，这么有，哎，这里有发亮点，看这一点，哇，找到找到找到，书架上有了，一学就懂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演习，感觉上就是蛮好了解的参考书，来复习一下应该是不会错的。跟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呦，都看完了，哦，考试要到了，这里自习桌都没有人，不合理。哦，通常我考试的时候那些自习桌，都还要抢嘞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大家真的有这么认真吗？自习桌都坐不下，都在骗嘛！考试临时抱佛脚的人其实超多的。嗯，来啦，先存档啦，然后跟那个啦，跟那个那个小英他们，马基亚斯、小英他们聊聊天。喂、欸，来啦，来咯，喂，讲话、喔，还不够靠近是不是？来啦，跟他们聊聊天。艾瑞特和马奇亚斯，你们在这里啊？好像很认真的研究导力学呢。一想到明天就要考试了，就觉得很紧张啊，所以想尽量好好读点书。现在最后努力，毕竟努力是没有回头这回事的。你也很方便的话，一起来如何？好啊，一起念书，好不好？勉强了，勉强跟你们念书了，反正我会读取。我一点也不想跟你们念书，那我就不客气哦，你们就一起看导力学，我是也不太拿手。我们这三个人确立一下导力学知识吧。好了，马上开始了。导力学知识开始确认了。导力学就是从七钥匙生产能源，你知道吧？我不知道。特色是会随着时间而复原，我不知道。现在已经是我们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事物了，我不知道，我都用电的导力灯、导力电、铁路、导力通讯和我们最现在的话最密切身相关的就是战术导力器了吧？哦，不知道啦，我都用电的啦。战术导力器上面上课时我也有学到吧？啊，有啦有啦。第一项就是特色，就是携带性，就是手机嘛。第二个就是会与磁者同步的产生共鸣现象的，就是电磁波干扰身体嘛？啊，没有了，到处都有电磁波啊，没有，还没有正式研究，好不好？第三个特效就是柔软性了嘛，就像 i6 可以弯曲嘛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好不好？ i6 可以弯曲，太棒了，真的太神奇了。性能会随着安装的结晶而改变，呵呵，不愧玩马基亚斯都完美答对了，竟然可以这么利落的回答出来呢。马基亚斯，你该不会想念其他科目特地来伴读吧？不，不是的，像这样实际的说出来也可以确认自己有没有记起来，呵呵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复习的机会呢。这样啊，对了，我说了，毕竟努力是没有过头这回事的，努力没有过头。不过呢，那个说是交换可能有点怪，希望之后可以帮我复习其他科目。哈哈哈，那当然呢、啊，我很乐意帮忙哦。是吗？真的太感激了。看完了，哎呀，复习了导力学一阵子，加深了羁绊，加深羁绊。噔噔噔噔噔。好了好了，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，读取了读取了，嗯，读取了。诶诶，我刚才按了什么？为什么会有嘟嘟两声？先读取啊。万年第二名，对啊，永远的第二名。让我想到那个男女跷跷板，有没有？男女跷跷板，有马总一郎和另外一个女的。女的好像叫做什么宫泽，宫泽什么忘记了，宫泽永远都考第二名，有没有？永远赢不了有马总一郎。然后宫泽一开始都很气愤，拼命的在家念书，还是考不赢。结果某一次考试终于考赢的时候，结果发现有马没有很生气，不像他平常一样这么生气。哎，这里有一个黑猫，哎，跟黑猫讲一下话，然后只是很轻描淡写的跑过来恭喜他。啊哈，宫泽，恭喜你考了第一名了。结果宫泽就发现，啊，我的努力都白费了。跟他讲话、啊，怎么会有一只黑猫？喵！这只黑猫竟然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、欸，呵呵呵，看来他找到一个理想的避雨场所了呢。哎呦，如果等下鲜奶的话，他应该会很高兴了吧？宫泽学也没错，如果有机会弄到手的话，就带给他好了。我有吗？我有弄到手吗？喵！我要怎么喂它喝？我要怎么喂它喝？可以的话，等一下新鲜的牛奶。哎、欸，我有新鲜的牛奶吗？给它喝有什么好处？没有好处就不要咯。我没有新鲜的牛奶可以等一下喝、欸，哎，够抠人呢。喵！没买新鲜的牛奶，现在就去买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就走。一个走，一个走，不行啊！
我现在不能出学院外，没有办法一个轴了啊！一个轴，再回去学生会馆呐！一个轴，走走走！哦，走！我这个已经不是，这个我已经，你也稍微认真一点嘛。你知道你的成绩不太好，呵呵，没问题的。真正考试，我会让戴琳来替我，我才不要代替你哎。看一下啦，再照稍微看一下。嗯，哎，这里是不是有卖东西啊？卖一下，买卖东西，我要买那个。哎，没有卖那个，没有卖鲜奶，真的还假的？哦，帝国三号报，买一张来，买一张来看看，买一张帝国三号报，帝国三号报要先使用是不是？帝国三号报，书籍事件，这个吗？帝国一号报、二号报已经到三号报了，使用，哎、欸，已经使用了。有时候要自己先用，有时候他可以会直接用，真是令我有点不了解。帝国时报三号报 ，RFTF 对一般民众开放了，最新的产品亮相 ，RFTF 枪哎、欸，蜂拥而至。哎呦，不要看了啦，我不想看了啦。这个帝国报这里应该有卖牛奶吧？这个。全食谱拿不到就算了、啊，没有看攻略的人怎么可能全拿到？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买卖东西买，没拿到应该不会怎样吧？没有没有牛奶，牛奶在隔壁，没有啊。交谈好像都很用功哎、欸，就是尽情念书的。累的话我会好好泡个柠檬茶给你喝的。没有牛奶、欸，连这里都不卖，只有鲜榨果汁和番茄三明治而已。没有，嗯，真是的，没有了，没有卖了，算了啦，那猫饿死好了啦，没有啦，就去再跟那个啦，学生会长讲一下话啦。哎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钓鱼间呐、啊？可以进去吗？去钓鱼哦，这个时间还在钓鱼哦。还在钓鱼哦，你们还在钓鱼哦，啊，了不起了不起，这个时间居然还在钓鱼，哦，等一下我再来，我先复习这个，先跟他们复习，然后存档。李嫣同学，好，准备好，准备好，我就是要再来跟你们复习一次的。钓鱼错了吗？这个看过了，所以我按快一点，一起念书吧。嗯，刚刚我也讲过了，一起念书吧。对对对，我这一次就是要一起念书，然后存档，然后去找那个钓鱼社长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去找一下钓鱼社长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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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，完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好了，存档。噔噔噔，存档，储存，噔噔噔噔噔，是的，喂，好了，完成，保存资料，我们要去找钓鱼社长，钓鱼社长不要跑啊，是在中庭是不是？中庭的对面那里，就是体育馆对面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到中庭，没有办法买牛奶呢，真是的。这里，哎，园艺社的还在园艺耶，你太认真了吧！我最喜欢下雨天了，因为是上天赐予花朵与作物的恩惠，要好好感谢空之女神才行。哦，空之女神，
看见雨停在叶片上面的露珠，让人觉得心。